亲娘子哭了一夜，巧言忘死，活问不出一个所以然。她索性到外边去睡觉了。她嫌烦，心乱如麻。她不愿意惊动她的大哥康大光，也不愿意说出去。可她的心里在琢磨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 铁柱哥，你来干什么？去去去，赶紧回去！你不是不想看见我吗？铁柱哥，你听俺说。我不听你说，让你说的时候不说，现在你想说，我还不想听了呢。有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严铁柱配不上你啊？委屈你了。 来了，来，大家趁热吃。来，吃吧。给。玉香，刚成亲，感觉怎么样？严铁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刚结婚就扭起来了？玉香，别往心里去，先吃饭。我吃饱了，坐下。我让你坐下，听见没有？白脸子给谁看的？ 给玉香赔不是，听见没有？快点！我算了算了，这小两口子闹得别扭很正常嘛。再说了，这床头吵架，床尾马上就和了。赶快吃饭，吃完饭跟我进城。康队长，这进城。 又是干嘛呀？上次冈村宁次那个事之后，城里查得可严了。再说了，居川那个老狐狸，他已经摸清了你们的脾气秉性，这次他肯定会下手的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上面任务下来了，让我们搞到据川的最新军事布防图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我也不知道接应的表嫂到底是谁。最新军事布防图。
队长，两个武工队都等着你去带呢。哼，等我杀了黑田、巨川、马大炮，给反攻的大部队献一份礼，杀鬼除奸，要干到底。出监队的力量又壮大起来了，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。战争，谁发明的战争？兰花姐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。是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喝点水。玉霞，告诉我，你跟铁柱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儿，兰花姐。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啊，我都看出来了，是不是闹别扭了？那铁柱也真是的，才成亲一天就开始耀武扬威了。没有，这事不怪他。都是俺不好。别处处维护着你男人，这到头来啊，还不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呢。我就不问了，有啥心里委屈的就告诉我啊。真的没事，兰花姐，不关他的事儿。都是俺不好。嗨，既然你不想说呀，我也就不问了。总之这以后啊，要是有什么委屈就告诉我，兰花姐替你出气啊。嗯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哎，大哥，进来玩会儿吧。进来玩会儿吧，大哥，别走啊。这样棒蹭陪皇上请更衣，奴婢后宫伺候。如今中国的陛下成了皇军的阶下囚，现在是我居川坐在金銮殿上，给我来一段霸王别姬。奴婢遵旨。啊啊啊啊！怎么了？怎么？主子，这枪声大概是鬼见愁又进城了。我知道鬼见愁是为什么来的，派齐范义找人给他送信，告诉他我在这儿。啊，这太危险了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快点。太君，太君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小红嘴儿，
雄刚太君说你有味道，果不其然。太君，人家秋红是给咱们拿酒的。混蛋！秋红是给咱们拿酒喝啊。喝什么酒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这种地方我是不喝酒的。让他滚出去。好好好，秋红，你没听太君说吗？他不喝酒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，出去。哎呦，太君，你息怒息怒息怒啊！我再给您来一段《霸王别姬》啊！队长，敌人好像是有准备，有准灭杀。好。情况有点不对头啊！抓两个活的，走。什么？叫我拿着他去见鬼见愁？我就是把居川的脑袋带给他，他也不会饶了我呀！这是居川太君的命令。他娘的嘞！让老子去做替死鬼！进去，起来，站起来，走。过去，你们两个把他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你们两个给我狠狠打！住手！混蛋！不说往死里打！混蛋！你打人不会打呀？啊！过去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混蛋，以下分手。连打人都不会。混蛋，混蛋，混说巨船在哪儿？不说往死里打！快说巨川在哪儿！队长，鬼子的嘴够硬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先去解决马大炮。你出来吧。妹夫，你媳妇儿，我表妹，让日本人给祸害了。啊，你拿着这个去投八路吧。哎，那快，你拿着去找康道光，找八路军，就说你要报仇，秦康队是一群废物，快去。我怎么可能杀得了你呢？哎呀，废物，没法子，就说你要报仇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肯定是汉奸。哎，铁柱，我是马大炮的妹夫。马大炮呢？他已经跑了。谁打的你？马大炮。他人呢？打完我就跑了。跑哪去了？他从后门跑了。队长，我去看看。这是他让我留给你们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媳妇是被马大炮先奸后杀的，知道吗？什么？我老婆她是被马大炮杀的，那可是他亲叔伯的妹子啊！这人要是做了汉奸，就一点人味都没有了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没找到。好了，马大炮回来，你告诉他，要想死得痛快，就让他自先了断。就说是回剑桥说的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走。马大炮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糟蹋了自己的妹子，你又杀害了她，我跟你拼了！去你的！去！撒手！顾家，你丈母娘也是我杀的。你个畜生！我要霸占你们家的家产。没有我的手印，你休想得到我的家产。没手印，这整只手都在这儿呢。哎，想要哪个还不行吧？居川去哪儿了？他刚走。这也是居川的吧？是。小红嘴，我告诉你，居川的命快到头了。你要是还有良心的话，我劝你还是做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情。哦，队长。今天的事儿，你们俩谁也不许说出去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郑总，我想不通，刚打光那种土八路在城里横行霸道，为什么不抓？让我来收拾他吧。这是。黑鹰化的行动计划，又是黑鹰化，做事没主见，对抗大光这种土八路就应该施加武力，窥到斩乱麻，只有这样才行。黑田少佐，皇军现在只有两个中队了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坚守尚可，出击是万万不行的。明白吗？嘿，铁柱，队长，你说这份文件准不准啊？不准，这是徐川故意留给我的。那还有啥用啊？兵不厌诈吗？这上面提供的线索都要反过来研究。队长，你说没女人的时候俺心里想，有了女人可真够麻烦的。俺想跟你说道一下新婚之夜的事儿。这个我不关心，我只要你们俩白头到老啊。可是你说闹得跟逼婚一样，一宿哭得像个泪人儿。俺呢，
能怎么办？只能搬到那牲口棚里去睡。人家本来是个大姑娘，可在外面都被说成是媳妇了，俺们俩都冤枉。他总有不哭的时候吧？他呀，好像有心事儿。什么心事？不知道啊。啥心事？你问啊。我问了，可是他不说呀。你就替我，就说我让你问他。大伯子都掺和进来了，这行吗？有啥不行啊？就这么办。队长，队长，你咋不走啊？铁柱，你看，小雷子就埋在这儿，从东树的第六棵树下。队长，如果有一天俺要是死了，就埋在第七棵树下。说什么呢，乌鸦嘴！鬼子不杀光，你我都不能死。是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兰花姐，新娘子脸色可不大好看呢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来，让我给你看看。俺没事儿。站住！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俺一直都把你当成大姐姐看，没想到你是个特务。上回俺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没想到你在红十字架里面藏了电台，你泄露了我们的机密。我们大家都那么相信你，俺这就去给康队长汇报去。哼！可惜。一切都已经晚了。主任，别着急，前面就到了。
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你看血，一个又一地的血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多可惜！玉香，谢大夫，谢大夫，怎么回事啊？玉香他。玉香怎么会杀谢大夫啊？这姑娘会不会是个奸细呀？奸细，她会不会就是那个黑樱花啊？哎，这楚天队里藏了个什么人呢？不会吧？这太可能了。是啊，不能说这个黑樱花可害人不浅呐。可不是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到底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就是黑樱花呀？不知道。康队长和田主任一定会为我们想办法的，啊！哎呀，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呀，王保长。是是是，怎么办？这都稀里糊涂的。你说，乡亲们，你们大家受黑樱花的害实在太深了，我对不住你们。但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等查清楚以后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现在就请大家先回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大家先回去吧。康队长会给大家想办法啊，快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早点弄清楚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说这稀里马虎的活着多可怕！先回去，整天的提心吊胆。先等吧。铁柱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还是先把玉香埋了吧。大哥欠你个媳妇。队长，玉香不可能是黑樱花，我的媳妇我知道，她不是黑樱花。她只是怀疑对象之一。你胡说！之前组织都已经调查过了，她跟我一样都是穷苦人家，我为什么不听她的呀？他肯定有说不出的事儿，就算死了，死也得死个明白呀！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真相，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天柱，你相信我们队长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弄清楚。
别难过。大哥回得过来。雨晴，做我媳妇吧。有严铁柱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谢谢你。那你就是同意了。驾！铁柱哥！哎呀！吓死我了，我差点掉下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嗨，我们锄奸队不吃这些东西。雨晴，我自己来吧。相信俺，队长，你别怪我。铁柱想兄弟们了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不管这布防图是真是假，总攻势在必行。今天晚上拦截日军运输粮草小分队的任务，我已经派人向锄奸队传达了。我们要为总攻肃清一切障碍。伙计，难为你了。
今晚的行动我去开头阵，我又违抗你的命令了，别怪我。队长，我想大娘啊，我想嫂子，他们那么疼我，一刀，小雷子，子凤，等着我。敌人进犯此时，将会从这条干涸的河床通过。我们从其两侧进行包抄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是。同志们，上级领导已经下达了指示，我们一定要与敌人抗战到底，密切配合我主力部队的行动。胜利的曙光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们一切听从康队长的指挥。是。康队长，还有什么指示？没有了。好，大家去准备吧。是是。司令员带来的勋章，一共八枚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说说黑樱花的事吧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事情的真相未必像我们看到的。玉香身上的黑樱花你也看到了，那你说的事情的真相是指什么呀？我也说不好。算了，这样吧，你把玉香的身后事好好处理处理，我去看看铁柱。好吧，多去开导开导他，他会想通的。嗯。这个铁柱又擅自行动。哎，大光，你去找他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有枪声的地方。哎，你不能去。他是我的兄弟，我必须去。好了，我很快回来。大光，这这这这这这。也跟我抗马日吧。神驹，日本鬼子，到你阎王爷爷这儿来报道吧。小雷子，你哥这手地雷玩得不错吧。怎么样，雷爷爷的地雷厉害吧？队长，让我也当一把鬼见愁吧。
家的手拿起了刀枪，鲜血染红了一片一片的高粱。燕赵儿女为朕太行，筑起了中华民族的铁壁铜墙。五千年手拿起了刀枪，鲜血染红了一片一片的高粱。英雄故事万古流芳，换来了和平大地的灿烂辉煌。五千年土地，长长。